睡到什么时候？快起床！这个女人看起来不是好人啊。但是要修好这个神像的话，就要拿到这只鸡的蛋。他知道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找个根据地再说吧。如果不是他偷了神牌位，那我们今晚又得露宿街头了。等等，也咸鱼大翻身了！部长，哈，这只鸡是我们的。